在东南亚老挝摩丁经济特区生活的第393天，现在是老挝时间1:30，室外气温29度。他娘的，我才刚睡醒，刚刚去刷了个牙，洗了个脸，刚刚小助理发来消息，说他在仁和医院那边打点滴，接下来带上我的狗狗过去，去看望一下他。现在我来到了楼下，来带着狗狗，骑上我的牛博基尼，前往主街了。2-3分钟时间，我就到达主街这边了。再稍微的走2步，就到达咱们的店铺这边了。就在小掌柜和蜜雪冰城的中间，这里。再接下来，空着手去看望一下小助理。路过边上这个水果摊，我想了想，还是给他买2个水果过去。真的空手过去，我估计他可能又要说我了。刚刚兴冲冲的跑到医院里面一看，他不在，我就给他打视频。他这家伙已经跑到外面去了，应该是挂水。打完了已经，那这2盒咱们就自己吃，省下来了，嘿嘿。助理说他刚刚去打了一针，花了300块，兄弟们，他这1天60，白干5天。刚才咱们的 VIP 发消息过来，说他进来口岸了，接下来我去接他一下。他们4个一起来的，只有一个是 VIP， 我就让那个香芋来老板过来去接他，把他找地方安置一下。现在我的电动车快没电了，我骑到了我的七栋这里来，现在。我把这个电动车插上充电了，目前0%的电量，真的是完全没有电了。刚才骑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很无力的感觉，电动车也肾透支了，兄弟们。现在我回到了店里，这个小助理都躺平了，这只是葛优躺吗？对了，我跟你们说一句，咱们这个 VIP 卡是一次性的费用，就是一个人我总共只赚300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费用，与其他玩的那肯定是你自己出钱，但就是说不论你来多少次，后面都不会再收钱，包括那个超级 VIP 也一样，也是可以说是终身的。现在我们把叫小掌柜炒好菜送到我们隔壁这边来，在这里面吹着空调吃饭更舒服，我们一堆人窝在店里面吃饭，嘿嘿，这感觉还挺好的，吹着空调舒服。现在网友拿了一本护照给我，接下来我前往口岸去给他送去续签一下。我把他的护照送去口岸里面续签了，拿回了另外一位网友拿过来续签的护照。接下来回店里，现在回到店里面躺着摆烂，吹着空调，吹着风扇，往这边一躺，舒服，还听着个小曲。他们想去那个新开的理发店的试试水。我把咱们的看门狗拴在这边，让他替咱们看着门，给我好好守着，有坏人来了就大声叫，听到没？我们3个人到达现场了，一人一张床，接下来躺下来洗个头先。真的，这个20块的洗剪吹还是挺舒服的，是时间短了点，要是久一点的，嘿嘿。讲真的，别的地方的那个老挝妹她洗头，她力度把握不好，洗一下就觉得痛，但是她这里的洗头感觉很舒服，就。如果洗得再久一点都想睡觉了。是老挝时间7点，接下来带着这一只蹲在地上的阿藏出去逛街了，还有边上的咱们的 VIP 一大堆人准备出发扫街，兄弟们。现在我们几个人逛到了这个上坡这边来了，进来的网友下手速度很快，直接把这个阿南给带走了，这个还可以。我们几个人又逛到了越南风情这边来了，哇塞，这里好多腿，这边又是好多腿，刚刚咱们的网友下手速度很快，已经选中了一个了。现在我们一堆人逛到了铁皮房这边来了，刚刚有个网友选中了一个，直接上铁皮房2楼，哇塞，牛逼！家伙把他给带到铁皮房这边来了，啊，牛逼！我们又逛到了铁皮房的第2条巷子这边来了，几个人出去，10几个人回家，哇塞，今天晚上真的是满载而归的一晚，兄弟们。现在是老挝时间9点，咱们的小助理终于是到场了，兄弟们。这个小助理一进门就说累，也不知道他一整天在干啥。我操，要给我笑不活了，兄弟们，他娘的！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阿赞、阿丽，跟那个阿丽3个姐妹吗？那个阿丽天天蹭另外2个人的，蹭吃蹭喝蹭住，好像前几天不知道跟谁去谈爱情，还不打赏。现在好像是怀孕了，奇葩，真的奇葩。对朋友到处蹭吃蹭喝蹭住，不工作不上班，又出去跟别人那个啥，免费谈爱情，服了。
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奇葩老挝妹。现在是老挝十点，接下来带着阿藏前往酒吧。才刚出门就要下雨了，你看他都说成什么样了。阿藏跑到前面去了，哎，这为了躲雨也是拼了命的跑。我们到酒吧里面了，这什么时候装了两个大风扇？我靠！目前场内的人不是很多，刚出门就下雨。同样的，今天晚上还是老位置，我们开了个999的卡座，工作人员正在帮我们上酒，给他先打酒的那个卡座套餐，果盘、瓜子什么的。阿藏今天晚上也不知道在忙碌什么，一直埋头盯着手机看，他好像是一直在忙着聊他那个闺蜜怀孕的事情。这个环节就交给小助理，让他去忙前忙后，不然这个个人价值大不出来。接下来的环节就是啥？看着小助理跟丸子头表演了，他们俩去哪？到场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这个卡座不管几个几个下都。接下来是纯包环节，选中一个号码，点开，然后人脸识别一下。现在我们喝的差不多出来了。今天晚上又喝多了，最近感觉没什么精神，就心烦意乱的。现在我到了老仓醋米线这边来，点了一份米线，接下来给它搅拌一下就开吃了，兄弟们。现在我回到了家里，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兄弟们。